又是无意中发现的一个地方啊，这地方还挺不错，几乎没什么人来。你好，我是杨帆，我是那个不爱说话的杨帆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，是在这个乌鲁木齐的，这个是米东区吗？还是水磨沟区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有些地方挂的是米东区，有些地方挂的是水磨沟区，叫一个干沟的地方，就是侠门子的另外一边。这边呢也没有什么人过来，到里面深处，就刚才我拍的有些牧民在这边放牛放羊，养牛养羊。然后路况呢，就是这样子的路，不是特别难走，就是这种普通的土路嘛。起初进来的时候感觉光秃秃的，有点失望，但进来之后发现这个里面的景色还不错，水比较少。这边呀，跟这个天山牧场很像，有很多这种牧民的院子，里面可以搞这些自助烧烤呀，这些东西。水就这么点，就这么旱。然后我现在要起飞飞机，给大家从这个上帝视角看一下这个地方，我也很期待。怎么样，这里如何？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这来看看。人不多，要比那些正儿八经景区啊，比如说像那个哈熊沟啊，比那边人要少多了，可以值得一来。蓝天白云，骏马草地啊，还有蒙古包，还有牛羊。无意中在这发现一个大型的瀑布嘛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看，这瀑布够大吧？我看到特别神奇的一幕，这不是一个有管道的地方，但是从这里竟然冒出来了一溜水，我不知道从镜头里面大家能不能看到，看。其实啊。就是你把它破掉了。